有时减音，一树染红颜色，让人看不出人间嘛。拢过了三十几年了，一用钢石头，这不转堪力啊！为俘虏，一船降敌，你是哪种公道？如果无见到所在，应该是一林当中。何言乱语？本剑中无力输定公道，天下再碎。小鬼咯，神王剑过杂谈，父母剑兵有剑我温度，是随酒过下勇气。来处红书，兄弟，这顶面具我应该看过你，但是嘛，看过我，你是何人？在下天启都。无剑之策，也敢上剑行刀？一速都是中回神武剑宗，七七不败，一邪不染，三星中名。必修棒傲山的无情状元，叶总控究竟是如何？杀手那多，出现在多半你面前的神秘人物有何目的？你口中的福州戏话又是什么呢？欲知详情，请继续收看《阴公以九界之剑血天刀的故事》，剑行天刀，棒傲所管。